我是来自宝城保险有限公司的伍佩珊，团队一直鼓励理财顾问积极参加保协举办的杰出财务策划师大赛，加上上线经理的支持，让我行出了第一步去参加这个比赛。今次的客户是一位女士，她的丈夫不幸患上了癌症，在几年前离世，她决定重整自己和女儿的基本保障，再计划将来的退休生活。由于丈夫过往的高昂医疗费用，客户都希望为自己和女儿做好保障的安全网，让双方都能够安心去追寻各自的梦想和生活。所以我检视完现有的保单，并且了解了他们的实际需要之后，我建议两母女对现有的保障作出一些调动，换成一些较新和高端一些的危疾和医疗方案，亦都为客户本人计划分了三个阶段投放资金去一些短期供款的储蓄计划，帮他在将来的退休生活制造现金流，同埋建议他定期重整自己强积金的基金组合，去提高回报，以应付将来退咗休之后住屋的开支。这次比赛给我最大的得着，除了是强化了财策的知识之外，更加让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专业理财顾问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客户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同行者。当客户见到原来我的专业建议可以帮他善用有限资源去成就梦想的时候，那份喜悦和满足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肯定了我这一次参赛的意义。我的优胜之处，我相信是我份真诚咯。由我最初跟这个客户谈的时候，到我后来真的选择决定用这个个案的时候，其实我都是真的全心全意去帮他想这件事。我相信客户都见到的。还有我想最开心的就是当他见到个建议书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我这么少的资源原来都可以做到这么多事。原来我都不是没有希望的，完全。我想那一刻呢，是我自己是真的有，即真的觉得原来我这份职业是真的那么有意义咯。在这里我特别感谢这位客户，我的家人和公司在参赛过程中提供的支援，还有上线经理同事的鼓励，以及保协给我有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最后，好想趁这个机会鼓励各位同业参与2019保协杰出财务策划师大赛，令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